期啊。咁之後咧就五彎紅一著，隨時四至七秒一熄燈，所有嘅車就會出發噶啦。好啦，應該隨時就會著燈嘅咧。一熄燈，兩隻哇嘅寶馬好犀利啊！嘅寶馬一抽出嚟啦，即刻可以哇犀利！而家俾佢前咗頭位啦，約克梅納哇，起得好靚啊，約克梅納。哦，約克梅納起得好靚啊！頭一二位嘅師爺咧，即刻俾佢過咗。咁啊，睇下葡京灣嘅情況先，一炸車啊！哦，個阿法又快喎，法夫先，而家唔係人咁品喎，真係唔理到個派位係咪第四啊！總之呢個回合佢都想攞第一啦。我覺得葡京灣應該係。約克梅納咧就係好穩陣啦，咁啊喺第一位，加翻想撞咗啊！哎呀，加翻真係見咗咯喎，喺嗰度公安處撞咗。哇！哎呀，掉曬頭一個寶馬喺度掉頭，跟住咧全部咧就係塞車。我諗呢次紅旗啦，話頭先冇紅旗啦，一回合。呢次應該係要出紅旗，因為冇辦法走，前面撞嗰幾架車，死曬。第一位係約克梅納啦，咁啊頭先咧，你喺右走得甩，可能就唔使紅旗喎。肉眼睇咧。第二位開始全部都是 CN 的車喎。若果佢可以吊得起而家呢個 CN 咧，就應該唔使出紅旗啦。咁啊，應該有八成以上就唔會出紅旗啦。咁啊，第一位是一個寶馬嘅約克梅納，咁啊，二三位應該都是 CN 嚟嘅。咁啊，法夫斯咁阿法係咪喺第四位咧？跟住睇清楚先，二三四位。是阿法，阿法撞咗啊！紅車喎，見唔到車。係啊，佢撞紅車，撞咗啊！即刻問上。哇！依度又係一個掉頭，係咪頭文字啲嘅？